61岁富商刘定成和契仔卢恩杰，即是乐坛组合 Panda 成员卢浩恩，涉嫌借拍任照、非礼和刑恐多个男人一案，因为涉及大批男艺员而震动娱乐界。案件星期三在区域法院开审，两个被告在庭内庭外都表现轻松，其中刘定成更加和记者谈笑风生，并且在庭外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，说会以平常心面对案件，又说无愧于他人。至于承认一项刑事恐吓罪的卢恩杰，说认罪是要承担责任，强调和契爷的关系只是父子，自己不是同性恋者。刘定成原本被控三项非礼罪和两项刑事恐吓罪，但由于警方没办法和其中一个受害者联络，申请撤销其中一项指控，获得法官接纳。法官审讯的时候，涉及被非礼的男艺人 B 先生在屏风下面作工，说05年任兼职模特儿的时候被刘邀请试镜，他说刘定成先拍大头相，再要求他穿 T-back 影相，期间被刘摸下体，又拍低全裸照。 ONTV 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。